们所有的老师，大家早安，大家好。好，每一次去年的时候也是蛮开心的。那我们今年的话，我们希望也像去年这样子。那么交通安全基本上在每一天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我们同学上下学的时候，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在这边，校长还是要再特别提醒一下，我们在上学或放学的途中，同学一定要特别注意路上的车子，因为大湾附近的话，尤其学校前后，其实巷子都非常的窄小。我们经常看到同学两个人走路走着走着，开心就走到路中间去了，或者骑脚踏车，一个骑得比一个还快。所以交通安全对于我们日常生活来讲是非常重要，且几乎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那我们东梁高等基金会呢，每一年都会有这样一个机会，有这样的一个场合，让我们同学来发挥自己的创意。我们也祝福我们今天三队代表我们大湾高中的同学能够表现得非常好，也希望我们在场的同学能够给他热情的掌声，也谢谢我们东梁高基金会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好，谢谢。